昆凌结婚七年，育有一对子女。在一月下旬时，昆凌公布自己怀上第三胎，让粉丝又惊又喜。然而继怀孕喜讯后，再迎来她将进军好莱坞的消息。根据外媒报道，昆凌将会参与《灵魂追杀令》的演出。巧合的是，昆凌也在生下第二胎前出演好莱坞片《摩天大楼》，顿时让怀孕和出演好莱坞片成了昆凌相关联的关键字。然而电影官方虽未曝光昆凌参演的消息，但从 IMDB 演员表得知，昆凌将在片中饰演一名女特工，而该片已从去年6月开拍，推算电影应早就杀青，只是日前才公开昆凌出演的消息。